妈，你妈，你妈，表哥，怎么了？哎呀，这也好难看，怎么了？你站这么高干嘛？我摇一摇，摇一摇啊！我站得高，这摇的我说不定可以摇一个空姐过来的。站得高嘛，是，我给你介绍个相亲对象。哎，别老是玩的什么摇一摇了，那好多都是骗人的。对象？这哪里有对象？他没来呢，我先过来给你打声招呼。我不光玩摇一摇，我还玩漂流瓶呢。看人家漂流瓶还给我回的信息。信息就你这点出息，我人都等下给你带过来了，还信息有什么用？真的。好不。绿妈，我跟你说啊，今天这个女孩子啊，各方面条件都很好，真的。这就是眼神稍微有一点点问题。这不影响，这关键是个女的就行。那肯定是女的了。表哥，这关键你看我家这么穷，这姑娘能看上我吗？哎，你放心，你不看，我都给你准备好了。你看，大金链子，小银表，还有一个大棉袄，我都给你准备好了。看到没？你看，跟你想的周到吧？来，快坐。也还是娇穷的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现在这女孩子啊，来，先拿着。这也是啊。还有这个，我跟你说啊，现在这女孩子啊，就喜欢搞物色，知道不？你这个样子，高和帅，就可能难了一点。但是富，咱们可以呀，是吧？记得，要把这个弄出来了。要，记住，我们要摆出我们的富样，荣耀。荣耀，那就是要场面了。对，就是要撑起场面，知道吧？有表有项链。怎么样，不错吧？六毛同志在家吗？这么快就来了？记住，荣耀，记住，就荣耀啊！啊，好，记住，荣耀。你好，请问六毛在家吗？你好，我就是。啊，你就是六毛啊！你好，我是陈美丽，我今年29岁，我未婚。你好，我叫六毛，是一二三四五六的五，六毛的毛。啊，这名字还真好听。要我们加个微信吧。我叫加个微信。我叫冬天里的小腊肉。你就是冬天里的小腊肉啊？啊，我就是冬天里的小腊肉啊！你认识我啊？我也总爱玩，摇一摇，我总能摇到你，咱俩距离2.5公里。那你网名叫什么？我啊，沙漠里的小海豚。哦，原来你就是沙漠里的小海豚呐！我还说谁起的这么没脑子的名字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你跟照片相差也太大了，有吗？啊，我今天是素颜出门，你要是看这化妆品店都倒闭了，大街上哪还有美女啊？现在讲究的是颜值。就你还颜值？你当我没见过你的？哼，我不想跟你说话了。你别走啊，这相亲走什么？你要不？那我们聊点别的来啊，你聊点别的怎么样？好不容易有个相亲的。我妈跟我讲了，就是找相亲的要找个属相相符的，要么容易犯冲。我属鸡，你属什么？我属虎。你看，我属鸡，你属虎，这属相就不相符。这有什么符不符的？这不都是畜生吗？你这人怎么还骂人呢？我妈还说了，这男人嘴要甜，嘴甜的男人能挣钱。就你这样的，我一看就知道你以后挣不了钱。好话好话都被你妈说了，你怎么不带你妈来相亲？我妈本来是要来的。
对呀、啊，我表哥叫我杨家，我这还没杨家出去呢。那怎么，我怎么就不能挣钱了？再说，你看我这大金链子，这大银表，我这貂蝉，我怎么就不能挣钱了？哼。你这什么时候？你现几点？你给我看看，我等一下还赶着回去。嗯。2:87。2:87。哎。你这什么表哦？怎么这么闪呢？真好看。什么表？你这表什么牌子的？什么牌子？表哥也没说。娃哈牌子的，娃哈牌子的，娃哈牌子的。哎呦我的妈！娃哈哈。嗯，娃哈牌子的。娃哈不是洗发水吗？哎，那什么，你不用管那么多了。这我跟你讲，你只要以后你跟我在一起了，我这个这种表，娃哈哈的这个表，我送一箱给你。那看来你这人其实还蛮好。我妈跟我说了，这男人好才是宝，太有钱的男人不能找。你妈说的也对。我跟你讲，我可不是那种嫌贫爱富的女人。你这项链几斤呢？值多少钱？我可以摸一下吧？可以啊，这随便摸，随便摸。哎。你这项链怎么还掉色呀？你瞎说！你看，你瞎说！我这项链我表哥花10块钱大街上给我买的。哎呦我去！花10块钱买的，哈！原来你骗我！我没有骗你，我跟你讲实话吧，这些都是我表哥帮我弄的。他说什么现在这女的都喜欢比较物质的男的，说没有钱的男的肯定不喜欢。骗子，怪不得我妈都说了，男人的话不能相信，都是骗人的。美丽啊，我真的没有骗你。你这样，我今天我跟你表个态，就只要你能跟我在一起，我一定让你跟我过上幸福的生活。那什么，我本来之前就说了，我不是嫌贫爱富的女人。我妈都说了，只要这男的对我好，不骗我就行。其实你一开始我就觉得你穿的就有问题，不过你这人还挺实在的，人看起来也挺好的。那我也感觉你挺好的。那什么，我时间差不多了，我要回家了，我就先走了。Oh no！哎，这不感觉蛮好的吗？这怎么还走了？我妈说了，这老婆是死皮赖脸追来的，还不来加我微信。哎，那你等等我啊，骚你的小矮人呢？